好久都没有出门了，我今天约了家乐，准备出去买点东西，顺便去吃点好吃的。现在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妆容吧，我觉得今天妆化的还挺好的，我还特地去戴了一个美瞳，然后我这个头发洗了一遍之后好像更显色了，对不对？尽管出门要戴口罩呢，但我依然要倔强的画上一个美美的妆。房东一家请随意挑选，喜欢可以试戴一下。终于可以摘下口罩吃晚饭了。然后今天用的是我刚刚买的这个发夹，今天戴了一天的口罩，你看我脸上都出油了，特别是额头，一个混油皮啊，真的是。趁着等菜的这个功夫呢，我准备来补个妆。今天用的是完美无缺这个粉饼，因为我每个包里几乎都有一块粉饼。先看我这边哦，你看这个地方是很明显的，那我就补这个地方给你看一下它的效果有多好。看一下，你看瞬间哑光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就像磨了皮一样的？是不是？这个地方混油皮啊，真的是出门就是很尴尬。你看我只补了半边脸，我觉得它是特别适合补妆的，因为我这个地方有一根法令纹，你看笑起来这根法令纹特别容易卡粉，所以它呢就可以好好的把这里补一下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粉质还算是比较细的，所以特别适合拿来补妆。爱笑的人总是容易有法令纹，所以少笑好吧。你不是跟我一样是混油皮吗？我之前看你的视频也是被种草，我现在用的也是这个。真的吗？等你用完可以去我那里拿，我还有好几个新的。谢谢。你用的这个是什么色号？我用的这个是001，它是一个半偏白的颜色，适合暖衣白。因为我没怎么晒太阳，所以我这两年白了一些。我跟你们说，它新的这个版本是有一根这个丝带的，它老的那个没有的时候，我还跟他们提意见说为什么不搞个丝带呢，有丝带这样拿着多方便啊。果然这个新的出来之后，它就搞了一根丝带，我觉得真的蛮用心的。这个鸡不好吃，不要点。我今天用的这个口红呢，就是新礼盒里面那个 V18 号色，这个颜色真是绝美，搭配大衣真的超级的有气质。而且你们千万不要信那个官方图，官方图颜色太深了，实物它是一个非常美的这一种有一点土橘色的颜色，跟官方图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可以说是毫无关系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去买点吃的，就回家啦。